表哥，听说所有病患都被送到听雨轩了。怎么？那徐子言和夏雨冰也在里面。对。太好了，看来老天爷也看不惯他们作恶，就让他们在里面等死吧。下去吧。是。表哥，你能帮我找找我哥吗？现在外面仗力这么厉害，我怕他有什么三长两短。你也知道现在仗力闹得凶，现在出去找他就是送死。可我也不能不管啊，我就这一个亲哥了。现在各城都把官道堵死了，除了炎夏哪儿都去不了。哎呀，表哥，你能不能找人通融一下？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我之前派人去找过了，一旦有了消息，一定会告诉你。他这么大个人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求你了，表哥。好，我帮你找。我就知道表哥你最好了。我还有事，那我先走了。我要上听雨轩找找。大人，您刚答应帮夏兰小姐找下药组，我这就去安排一下。不用，跟他说没找到就行。啊，我刚才就是安抚他，现在人手不足，哪有空给他找。